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连向贤二沼泽环咒的巫师超级。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这个是水系大队，没错，水系大队这个队伍，总观来讲应该是 OK 的哈。像这样应该两只都在接了。哦，希拉会吃到一点天降，一点。哇，他打第五关多舒服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非常好的一个累格的现象来了。好，现在的话，我目标是把这个。所以就把它切开，不要让它五连。哦，要让水柱不要五连的话，就是像这样子削。好，把它切开削这样。好，现在就处境。哦，简易叠书。边叠边绿哈，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啊。哦，对各位来讲，这样的方式应该是还蛮简单的一个储技外加绿珠的方式。哦，差不多了。我习惯削的话，削下面，上面就会跟着掉下来。不过因为现在我没有要做强力攻击，所以用轻轻打就好了。基本上希腊轻轻打就还蛮有威力的。哦，可以看到这个围天将，哦，围天将就可以产生还算不错的一个破坏力了。这个水珠并没有想象中多，所以我打算再做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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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打算再。第一点出出来好，这边的话，好，我就直接上印记了。好，好，库斯拉开一下，好，双鱼开一下，算了，做个回叠出。好，围叠珠，哦，台面看起来不错，哦，目前是预计当中的攻击，能够一波带走就没问题了。Perfect。好，回合数刚刚好。拼图盾，好，没问题，拼图盾。
我们直接开我们这个是原始天尊，在这个凝炼之翼哈，凝炼之硬水啊，直接就给它开下去。这个拼图盾就不用担心这个的问题了。哦，好多光珠哦！应该是没问题的。26 combo， 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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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卡片。哦，水系库斯拉的队伍，哦，这个还蛮好玩的啦，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哦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